正如我们所知，天王嫂昆凌一直都是库里球迷，她不仅和杰伦老师一起观战了总决赛，还在场下找到库里本人完成了合影。6月30日，昆凌分享与库里一起坐车的照片，并写道，迫不及待想分享我的幸福之情，猜猜看我们去了哪儿。照片中开心合影，面带笑容。随后周杰伦也发文表示，见到你的偶像你是如此高兴。据悉，不久前周杰伦和昆凌更是在野球场大秀球技，两人球场上狂撒狗粮，昆凌负责跑位，周杰伦花式运球秒传送助攻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